现在是2021年的四月了，今天呢，咱们来一起来看一栋位于大洛杉矶地区森林湖市划算的全新独栋别墅。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刚才呢，重点说了划算这个词儿，那么咱们边看房子边听我讲划算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森林湖目前不管旧房子还是新房子，通通算进来，平均大概450每平方英尺。而这个全新的独栋只有380多每平方英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户型很好，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位于一楼的卧室，整个这个房子呢是三层的，面积呢接近2900平方英尺，三房四卫，一楼呢有大客厅、厨房、卧室，厨房都是顶配的大品牌的电器，还送冰箱。这个是位于二楼的主卧，这个主卧非常的大，很漂亮。二楼呢是有两个卧室，而且这个主卧还带个阳台。咱们呢现在去卫生间里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面积也是特别的大的。咱们现在呢去看看这个主卧的衣橱。这个衣橱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面积，接近3000尺的面积呢，很多都做成了四房甚至是五房，但是这个只有三房。这个是位于二楼的额外的一个客厅，所以不管是卧室还是客厅还是各个角落都比以往的要大。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么二楼的大客厅、三楼的活动室都是有可能转换为一个卧室的。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三楼带独立卫生间的大的活动室。咱们再说第三点划算的地方，这个房子呢几乎是全加州最低的地税税率 1.1%。社区配有山景的泳池会所，而且这里的学区也是不错的。目前还有最后的四栋，但是呢需要排队。更多的资料请单独找我，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